撤退！二弟子。 中没啊？啊啊！哎，你啥意思？这是打中还是没打中啊？打着了，打着了啊！应该死了。那，你一个人咋回来了？上炮呢？不知道。不是，哎呀，不是，那你应该回山里呀、啊！你不能上我这儿来，上我这儿来，咱俩不全暴露了吗？回山里，我不认路啊！ 二弟三，是我，你现在不要说话，好好躺着，我给你清理伤口。怎么样？再刮纱布啊？还有消毒液。二弟三，忍一下。接着。 别动了，二零三。 现在已经变成天然的雪地洞了。他们的炮兵阵地一共有多少米炮？都是什么型号的？射程有多远？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天一亮就把你送到牡丹江。这点事儿要不了我的命。行了，让二弟三休息吧，等下解散。 好吧，走，等等。
事。是。邓科，我的怀表不准了，你的表几点了？给你了。哎呀，我问你几点了，我也不是为了要你手表啊，我得出去。哥哥，你的老怀表不好使了，我这个准。兄弟一场，送给你了。不是，这多不合适啊！你说这个，哎呀，我是给国军送情报啊，这时间太重要了。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呢。这样吧，我用完再还给你啊。行了，我走。哎，哥，这着急忙慌干嘛去？哎呀，实不相瞒，我呢是马副司令的亲信，刚才是斩首行动计划，今天晚上马副司令还有个大行动，叫泰山压顶，我得去接一下司令，得给指个道儿，是吧？谁让咱现在是点子呢？哎，哥，带兄弟一起去呗。那不行啊，俩人目标太大了。再说，你今天晚上又刚刚刺杀完邵建波，行了，你在家歇着吧。哎，老大老二，你们照顾着点啊。我走了。都怪我，布防上有漏洞，让歹徒趁虚而入了。我也有责任，我刚才睡着了，放松了警惕。不怪你们，带兵打仗，挨个枪子儿，在所难免。既然他们能够那么精准的摸到这儿来，直接刺杀我们小分队的一号首长，就足以证明大锅盔对我们的情况相当的了解。在牡丹江临出发之前，社会部的严部长跟我说过，田副司令在很早就派到这儿来一支15人组成的工作队，队长姓肖，副队长是我们的老相识于登科，说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们帮助，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这样想起来，这里的情况有点复杂。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是怎么回事呢？白天啊，老百姓见着我们就是躲，这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这可倒好，刚来又遇到搞暗杀的了。剿匪任务还没有成功，鼓励所有战士不要泄气，再加把劲儿。是是是。按照现在的行军速度，第二攻击大队半个小时后就能赶到。嗯，我们先派30个人冲进小分队的驻地，用全部火力将他们堵在屋里，出来一个击毙一个，等第二攻击大队一到，我们合力形成包围。让他们吧。哎，副司令，我问你，小分队到底多少人？斩首行动之后为什么还没动静？哦，那个副司令，据于登科尔讲啊，他们摸进去一阵枪就打倒了邵建波，可随后被他们人发现了，于登科尔就跑了。嗯，他暴露了吗？没有没有。把他找来。嗯呢。203，我再给你换一次药。不用了，先放下。
二零三，我知道你惦记白茹，我敢肯定，白茹就在大锅盔。只要能拿下大锅盔，咱们的小白鸽一定就会再飞回来。你不用担心，我没事儿，我相信他也没事儿。现在吴天坤，他一定预料到咱们攻打我们威虎山，还有许九彪之后，绝对会过来围剿他，所以他现在来了个釜底抽薪，把王八屯的群众基础先给搞垮了。是。对了，关于炮兵阵地，我侦查到了，他们有20门重炮，如果我们攻打大锅盔，会路过一片开阔地，正好暴露在他们的炮火之下，加上他们的防守严密，倘若正面进攻，会费些周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占先，他们的防守严密，固守金汤，我们就多想些办法引虎下山，在密林处跟他们周旋，他们有重炮，咱们就在运动战中消耗掉他们的武器弹药。见招拆招，无招便有招，先拿下他的炮兵阵地再说。吃点东西吧，跟土匪斗也得有力气才行。谢谢。您写的这些是？这些都是我最想念的人，永琪大哥，三妹，你认识他们？是夹壁沟的永琪大哥和李三妹吗？对，你是？我也是夹壁沟的人，李三妹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快告诉我，他们怎么样了？放心吧，夹壁沟解放了，三妹姐现在是夹壁沟的妇女主任。那冯老六和二德子呢？冯老六和二德子都死了。现在的夹壁沟没有土匪，没有恶霸，没有胡子，永琪大哥正领着大伙生产自救呢。这么说，我可以回去了。明白，你想救我出去，可是你没有办法。你只要帮我带一句话给二零三，告诉他，我白茹没有给共产党丢人，就够了。你说的二零三是不是邵建波？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来了，就在山下随分大垫子上。马旅长和侯专员好像很怕呢。不过，我听说二零三没带几个人呢。是没几个人，可是他们个个都是英雄。
关超家非毒鹰筹钱，我们打破了奶头山，抓住了徐大马帮，杨排长假扮土匪虎，剽持徐威虎山，活捉了左山雕。现在徐小彪和那个妖道也该落网了，要不然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来攻打大国会的。天黑前，马锡山和关长官带着300号人马下山去围剿了。 关长官走之前还特意嘱咐我，让我看好你这里，不准任何人再对你用刑。这个关义忠就是想从我这儿盗取小分队的情报。他休想！整个大国盔，就关长官为人正派，算个好人。行，不管他了。你和小分队救了我们夹皮沟，我就要和我的恩人站在一起。 杨排长，外面大家怎么样？大家都很担心203，老朴给203煮了粥。二三，喝点吧。我没事。小心！排长爷，保护203，这儿！我没事，快去营地，快！ 只要在我一个连，我在那边，你掩护。是，把伤员保护起来。大哥，到掩护大家快撤。撤。 从后面突围出去，但是我就是拖累大家，谁都出不去。你不走，谁都不会走的。林子，你不走，我哪也不去。是啊，我们不走。我现在是你的警卫员，你在哪儿，我在哪儿。那这样，子龙同志，现在既然老虎已经下山，我们就将计就计。 大家突围出去之后，杀他的混账枪，切掉敌人的屁股。过去把那屋子掏了。是。 怎么说？到。那个雪地沟你还记得吗？记得。带领大家从那个雪地沟爬到村口去。放心吧。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从背面突围，再带一个排到背面埋伏着，等他们突围。好，好，好，听你的。林三，咱们突围，赶快突围！是。马哥，北饶林三，放心吧，送你们。 听说，丁氏都死了，该包饺子了。让弟兄们冲上去看看。等等，司令，这太安静了，有点奇怪。兵不厌诈，我看还是等到天亮再过去吧。嗯，真他妈安静。 原地待命。是。
穆少爷，咱别看了，太远了，啥也看不见呢。我现在是心急如焚呐。昨天晚上，马副司令、关参谋长带队为党国出征，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对付一个区区的小分队，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吗？出水才看两腿泥。马锡山平时吹得那么邪乎，一到真章时候啥也不是。穆少爷，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区区几个共党毛贼，应当不在话下。更何况，咱们不是还有关参谋长吗？啊！好像是正三炮。吃饭吧。有消息吗？没有，那些当官的也在等消息。半夜，王毛屯方向的火光一宿没断。你不会一宿没睡吧？我一直在担心203和我的战友，也确实让人担心。我带你一起逃出去吧。谢谢你的好意，你带我逃出去，咱们可能都活不了了。姓关的可不是个傻子，我可是他的要犯。那我自己逃出去找203，让他来救你。他们一定会来救我的，不过现在可能遇到了点麻烦。你自己多保重。一定有好的办法来消灭这些恶魔。可以实施我们的计划了。你们两个赶紧护送203走，我来断后掩护你们。是是。等等，我要继续指挥战斗。大家用手榴弹进行突围。203，你现在需要休息。执行命令，你们两个。是是。全体准备，所有人注意，准备突围，走。不好！
中了埋伏了。 关参谋长，小分队全部逃跑了。咋样啊？有缓没缓啊？夫人，怕是郑爷在外面冻的时间太久了，现在一直发着高烧，也没有要退烧的迹象啊。少废话，你就快说他能不能活？这得看郑爷的命了。 醒醒呗，三炮！你跟我玩啥呢，三炮？你个瘪犊子玩意儿，你这个瘪犊子玩意儿，你把老娘一个人都，我下地狱也饶不过你，你醒醒啊，三炮！ 怎么办呢？三炮，三炮，你没死啊！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吓我干啥呀你？我他妈早打死你了！多谢小姐，你不嫌死，我死了不放心你啊！够哥们儿，三炮，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好好养着啊！你干啥去？我找侯殿坤，把咱们单挑这拉起来。 注意警戒，让二零三休息。等一下，这是九曲岭，往北10公里以外，就是大锅盔的界点。没错，陈哲义，曾同志，大锅盔的前面是炮阵地，是，有20门重炮。 围魏救赵，打掉敌人的炮阵地，让对方的骑兵退回大锅盔。这个主意好，一举两得，为以后我们进攻大锅盔扫除障碍。我在这牵制敌人，你放心，只要你成功了，我们这儿就安全了。好，我马上出发，给我争取3个小时时间。曾同志，你带上坦克、柳毅、阮朝家、董忠松，还有10名战士。 把所有的战友全部都带上，赶快出发。我带走这么多人，你吃不消，再给你留5个战士。你放心，我没问题。出发吧。哎，哎，你过来，司令。哎哎哎，司令，共产党的队伍怎么蹦出你这么个怂货？啊，搞情报不行，搞破鞋有一套，这。
你有什么脸面来当国军的情报队队长？情报在哪儿呢？情报在哪儿呢？司令，他们300多号人连动带饿陪你待了一宿，小分队没了，邵建波是死是活不知道。我他妈毙了你！司令，你们这是忠心耿耿啊！司令，忠心耿耿，这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全体注意，准备出发。什么？是。你还在这干什么？等死吗？上马，带路。上马。出发。许夫人，许夫人，哎呀，许夫人有何贵干呢？侯专员，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情，就是我们三旅的那些想法和打算啊，想跟您絮叨絮叨。好，我洗耳恭听。如果许夫人能够把第三旅重新的建制起来，我侯茂当然是欢欣鼓舞啊！我会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哎呀，那就太好了，侯专员。那些老爷们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侯专员，你可得替奴家做主。一定，那是一定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得怎么谢谢您呢，侯专员？不用谢我，要谢党国。啊啊！是啊，战时危机，党国事业，真是劳费了侯专员好多心血呀，让人看着太心疼了。哎呦，是吧？许夫人，你可不要这样啊！有话咱们慢慢说。答应我一件事情，侯专员。什么事情啊？给我个委任状，委任我第三旅旅长，然后空投的物资分配给我一半。这个好说。许夫人为党国献身，敢做敢当，好说啊。等一等。怎么了？空口无凭。签字为准。许夫人，这回我可领教了你的厉害啊！夫人不愧是风情万种，倾倒众生啊。可惜我不是马司令，也不是李旅长，我不是情种，也没有这个艳福。你色诱要挟我，让我签字画押，看错人了。我是谁呀？我是党国的党务专员。权色交易不行。今天的事情不许跟别人说半个字。等等，你不要再到监狱去折磨那个女共产党了。他是我的一张王牌，弄出事情来，你担当不起。夫人，你的装备不错呀。
他们的大炮真不少啊，人也挺多的。撤。好。怎么样，老杨？清楚了，除了大炮，还有不少小炮，而且人数众多。那咋整啊？不打来不及了，这高度手榴弹打不上去啊。咱们自制土炮带了没有？雪橇、手榴弹、炸药包，还有什么都给我拿来。快快准备，大家快去拿。是是是。再找些木棍来，木棍。看明白了吧？就照这个做，有多少做多少，快！好，来，沈正义，到。二零三，二零三，把我的望远镜给我。二零三，你现在需要安静养伤。我没事儿。我得看看敌方的情况，快！晕！队伍压住脚步，不要跟太快，密切注意前方有没有狙击点。报告，二零三，敌人朝我方运动，他们队列非常分散。敌人果然来了。通知全体战士，马上集合，准备战斗。是，准备，一、二、三。快看，你什么东西？快跑啊！怎么回事？大国辉方向。共军在偷袭大国盔吗？小分队调虎离山牵制我们，这不可能，不可能这么多共军。不行，赶快回去救援大国盔，全体回防大国盔。是，绳子准备，冲！弟兄们，都给我站住，不准退，保住大炮。再次立功啊！检查所有的大炮。有完好的全给它破坏掉。是。注意警戒。好消息了，这里的炮兵阵地让共军给炸了，太好了。是啊，可是你们的二零三为什么不直接带兵打上来呀？大国盔这么严密的攻势，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哎呀，可惜了呀，马西山回来前这山上就留下200多人，而且都是老弱残兵、虾兵蟹将，要是你们的小分队从泄水沟摸上来，
你说什么？泄水沟？是啊，从这里往西，过两个山坡有一条泄水沟，冬天盖上雪，没人发现，也没人注意。行，我先走了啊。青山大哥。 怎么了？你还愿意留在大锅盔吗？这鬼地方，我做梦都想离开。那有没有机会偷偷溜出去，下山，找到203？这大锅盔的情况你最熟悉了，我希望你可以帮助他们攻下大锅盔。哎呀，这马西山回来以后，这大锅盔戒备更严了，而且还加了岗。 没有司令和专员的允许，任何人不准出入。没事，我想想办法。不过我要真走了，这里可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而且基本上都是李德林和谢文东的手下，他们可不听馆长官的。我担心你的安危啊。你不用担心我。如果你见到203和杨排长，你一定要告诉他们山洞里有毒气弹的事儿。 好，你自己多注意。九盔卸甲，溃不成军，狼狈逃窜。 用什么样的词汇说你们都不过分。再这样下去，大锅盔也没有几天的气数了。我制定的计划没有问题，不能怪我们，要怪只能怪共军太狡猾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带着队伍回西岭。这都可以，把兵都留下，一个也不许带走。那是我的队伍。 党国的部队，别逼我！干什么？枪给他下来！都别吵了，侯专员，这是我指挥的，我只想问一句。 小锅盔的炮阵地是怎么丢的？大锅盔离小锅盔这么近，共军是怎么把炮阵地给炸了？在你围剿的时候，小分队已经冲进炮阵地了。关参谋长，你在前线，共产党居然跑到这里，你该怎么解释？你说，一定是你们留守的，没有尽到责任，警卫懈怠，才导致共军得手。关义忠。 我有追究你战败的责任，撤销你的指挥权。帮我接通杜长官，我的责任，我承担。马副司令，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会考虑新的人选来接替你。但是我告诉你，过两天沈阳会空投大量的军事物资。 我自己倒我们的兵力就会壮大。现在是考验我们每个人的关键时刻。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自己考虑。去留自便，我绝不强留。哦，行啊。啊，大小姐，这皮糙肉厚的哈，是不一样哈，这就下炕了。梦饿了，饿了。哎，事儿办的怎么样了？侯专员选吧。我跟你说啊，那个侯专员啊。
就是个老油条，指望不上他。我看这样吧，咱们啊就等空降，然后黑吃黑结了他，自己站头去。就你我，没那个实力吧？咋的？你还不信我有这个本事呀？靠你！哎呀，别嘚瑟了啊！前两天差点把命给丢了，这不刚好一点，又开始吹牛了。得了，得了，来，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哎，我刚才看到马锡山他们回来了，好像被共产党打得够呛。你还没跟我说你那趟怎么回事呢？啊，那一趟是老子命大，共匪那个小兔崽子的命真硬，就没干掉呗。算了，别说了，想想咱俩下一步吧。哎，要不咱找关一中聊聊，再怎么说也是咱们山头的人呢。嗯。行了吧，就别再拿自个儿的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了，不长记性啊。说的也是，还是你对我好啊，可我老觉得对不住你。我胡蝶迷看男人挺准的呀，妈的，这次瞎了眼了，看上这么一个小白脸。我告诉你，现在在这个山头上，一个他妈好人都没。咱们俩现在是骆家的凤凰，他都不如个鸡。都他妈是共产党害得我这个样子，分了我们家的财产，分了我们家的地，还把我们家在牡丹江的商铺全给封了，毁了我的奶头山，大当家的也被他们抓走了，把你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非得掐死一个女共匪解解气。哎呀，掐死这个女共匪简单，可是我听说，那可有侯专员和这个关玉忠护着呢。你越说我越他妈气，我非得整死他，看怎么着。你啥意思？你的意思是咱俩联手给他干掉？咱借刀杀人。我明白了。你是想借醉花的手？哎，我可听说这个醉花最近已经疯疯癫癫的了，能行吗？疯了好啊，杀了白杀呀。也倒是这个理儿。陈振仪，到。把这封信交给通讯员，让他带上一个人，连夜前往牡丹江军分区，把他交给田副司令。路上不许有任何的耽搁。明白，快去。杨排长，哥，哎，樊振三，你又回来了。子荣同志，你们终于回来了。你伤怎么样了？看你气色好了不少，没啥事了。哎呀。要是203知道咱们的战果呀，伤估计全能好了。报告203，大国会的炮兵阵地被我们炸毁了。是啊，太好了，这次大国会再也不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了。子荣同志，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围剿大国会清除了障碍。残废，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坐山雕，崔乐山，你也有今天啊！啊，你叫我什么？你叫什么？花爷，花爷，花爷！你现在叫我花爷，你现在叫我花祖宗，我都不会放过你。
花祖宗，你放过我吧！你放过我啊！只要你能放过我，你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好吧？花祖宗，我想让你干啥就干啥，是吗？我想让你去死！不，花祖宗，花爷，饶了我吧！放过我，放过我，放过我！ 你他妈的一天到晚让我办成一个二椅子一样，让我娶你欢心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连撒尿我都不敢沾这事儿。你，我今天不弄死你，我不是人！哎，不，花爷，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花祖宗，花祖宗你饶了我吧。花祖宗，姐，我给你当狗，我给你当狗，我，花祖宗，花祖宗，放开我，别碰我，我吓死你我！ 曾经威虎山的二当家，多威风啊！可惜威虎山被灭了。我操，谁灭了？谁灭的？共产党。共产党！他在哪儿？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告诉我！ 告诉我他在哪儿！别老冲着我。外面就有一个共产党，去杀了他！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二爷，我比你了解侯定坤那伙人，他们从来没把我们柳子里走出来的人当回事儿，他们只在乎正规军。 其实，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与其作对，不如联合起来，干一票，然后各自另立山头。另立山头，杀了女共党，然后什么都有了。杀了女共党，什么都有了。 我就能当第五旅的花旅长吗？可以当花司令，花司令，花司令，东北王，万岁万岁！
司令，东北王。我是东北王。又想跳一次崖，反正你他娘的都不想活了，就当是做件好事儿。哎，你们不成天都说要帮着穷棒子翻身当主人吗？我他娘的现在就是个穷棒子啊！威虎山，威虎山都花的了，我现在好多无处可去。只要我杀了你，我他娘就能当花旅长。小白哥，帮帮我，帮帮我啊！我凭什么帮你？我白茹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怎么会帮你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别说了啊！你开心了吧？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即便我要面临生死抉择，我也不会让你用这双肮脏的手来结束我的生命。你们把共军的女俘虏给弄哪儿去了？这个白茹不是在监狱里吗？不在，监狱里只有两具尸体，人没了。看我干啥？你不能看吗？啊？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啊？你心虚了？你们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的什么鬼啊？啊？说吧。你们把这个女共党放到哪儿去了？依我看，应该去问问蝴蝶迷。在哪儿啊？哥，青山，参谋长，人已经死了，他还活着，把他带走。快，救人！是。
感觉怎么样？我很敬重邵建波这个对手。你不是他的对手。为什么？不一样的队伍，不一样的目标，不一样的信念。有什么不一样的？先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你们提倡的不冲突。民族、民权、民生。关先生，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我等一贯予以支持，但县政府是遵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为吗？尽量的为你提供方便。不用了，你现在要做好的就是随时等待我们队伍打上来。如果他们打过来，你也活不了。我从来的那天就没想着活着出去。你多费心了。开门。给大家唱首歌吧。La ciudad de Yablanicosi, Pablo, tu manina de lago, Veja que na pelica chusa, na viso que pele na crudo, Veja que na pelica chusa.那为所给别离那苦路多为爱情那别是牛怎么记得不拉世界不诺诺西拉为何记那别离卡秋沙那为所给别离那苦路多真好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卡秋莎》，是苏联情歌，讲的是一个姑娘对她保卫边疆心爱战士的思念。
陈晨爷，真没想到你还会唱洋文歌。陈晨爷，你是不是还会写洋文？我看你本上有好多瘸了拐弯的字儿。那是配备炸药的化学符号。一直觉得你懂得特别多。你说我们大家在一起都那么久了，这谁也没听你说过自己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我平时不善言辞。你说啊，看着你吧，怎么看啊都像是那个拿着笔杆子的人，真没想到啊还拿上枪杆子了。说说吧。行，那我就说说。没参军之前我是个大学生，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了业以后本来打算出国留学的，我甚至都搭好了背囊，但是我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留了下来。你这么做就叫做弃笔从戎吧。我只是想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和平做一份贡献，也许到最后我们的身躯会被无情的炮火吞噬得了无踪迹，但我相信那种无畏一定会被历史铭记的。说得特别好，我相信你的师长同学还有你家族的人都会为你的这个决定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陈爷，我佩服你。我原来以为啊当兵的都是一些穷苦人，没想到队伍里面还有像你这样的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相信他一定会为了正义和真理而不惜一切代价。英雄救美枪瞄准黑暗，胜利就是我终点。